这节课是我们张立文张老师带来的演讲哈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。谢大家哈，大家午安，嘿，看到大家真欢喜啊！今天哈是要来讲这个药师方面的教诲，哈啊主要的单元哈，是这三单元哈，这三单元是 medication safety。吼、哦，就是用药的安全。啊，过来 pharmaceutical care 就是讲，迄、那个药师的照顾。啊，过来 management system 就是讲一个管理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管理方面吼、哦，因为咱台湾民政府即紧就要接政权啊，大家来遮训练了后，一定会去接一个位。啊，接这个位，咱嘛是要做一个领导人，还是要做主管，还是去用管的人？咱要了解这个管理的方式。啊，虽然我在管理方面我不是专业，但是我跟大家讲，一个学问从头到尾，你好好研究，吼，无一定是讲在学校读的，就说是你的长项。你甲好好研究，就你讲新台湾论这个法律，较早大家拢无接受到无。啊，但是你转啊去甲好好甲研究，这个法律你甲你啊研究，你啊研究。哎，阿伯就变成你的，吼，啥嘛提袂嘛提袂走去吼。啊，我即卖吼，为头到尾，我先一项一项来大家讲。第一节课，我先来讲，因为大家拢读足侪法律对无？为长到即卖嘛吼。啊，我是用一个年代方面吼，啊，一章一章甲大家讲，甲你做一个迄个经历吼。啊，大家感觉讲，哎，这个台湾人应该为这个年代开始发生什么代志？吼、哦，啊去对照咱迄、那个，咱个历史过来，啊发生虾米代志，啊甲即、這个甲即个条约，吼、哦、马关条约，也是讲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有虾米关系？啊你甲连起来，即、這个新台湾论就较好读个吼。啊我要来讲啥？你知影咱长期就是受即个中国个教育个影响，咱读个拢是中国历史所讲讲个，百分之。哦，讲八九十拢是假哦，啊，毛是因强调迄种、迄部分拢无甲你讲实际物件，所以咱敢，迄个长期以来敢咱着到身边啊，吼、哦，哎，读咱的迄、那个读印尼啦，啊，敢当作是咱台湾人的历史，其实吼、哦，遮侪拢爱正本清源，毋是你看到伊读到，你会就是讲迄是对的，你搁爱甲研究，毋是讲你看的，啊是你讲哦媒体，啊是讲即、這个迄、那个国民党伊遐编的迄、那个。教育的迄个题材哦，啊，你讲迄当作是真诶，咱搁爱个研究个清楚啦。啊，咱是毋是着了身边？啊，嘛有人中毒收钱着，爱解毒吼，再、哦、有一个迄个解毒个课程嘛。啊，过来嘛中邪嘛，啊，鬼看着惊，啊，国民党互你好处吼，啊，讲即个大饼互你，啊，是讲即物互你做即个亏。你敢若讲即个袂歹吼，即、這个一个糖衣着无？啊，你是毋是有人鬼看着去一个好处，啊，甲应过来？啊，台湾人就捡迄骨头咧床啦。啊，咱就爱觉醒，因为咱是毋是讲活在即个空间？你知影，大家有知影迄个尼诺基韦伊拍迄个虚拟实境拍三集对无？咱敢若活在，咱台湾人就是活迄种虚拟、迄个虚拟的迄情境吼，啊，毋知影要哪转来咱个实际迄个咱个实际生活，啊，咱是毋是爱觉醒起来，爱醒起来？因为吼，你伫活在迄种虚拟实境吼，你摸诶，你看起来敢若是实体。其实那是假的，你又干嘛讲这恍然大悟的？哎，为什么咱读的历史，老师教我的那是假的嘞？啊，你是不是要去来了解？咱来把迄个梦、把迄个情境吼，咱跳出来，吼、哦，啊来看实际物件，哦，你会干嘛讲？哦，原来哦，咱安尼真真正正，咱身体安尼换一个这个空间当中，迄个是真的。咱摸会到的物件跳出来，佮了解讲，哦，迄原来迄是假的。啊，咱要就是为历史，为这個法律开始，咱就爱来了解哦。啊，我为什么咱朝鲜跟咱台湾有关系？你讲朝鲜在迄东北边啊，咱台湾在咧迄个南方吼啊，为什么跟有什么关系？应该是讲吼，甲咱甲日本有关系。啊，日本国到迄个朝鲜吼，因咧地理方面甲接近，啊，就是因为迄个大清帝国甲日本。大家拢知影啦，烧钱迄个朝鲜嘛，啊，恁人迄就是迄纠缠不清的关系啦。
啊，演变讲吼，应该是为1875年嘛，吼，啊，迄个日本有一个军舰，他妈晓得测量，迄个海域测量对不？啊，结果迄个朝鲜吼，都看袂习惯，啊，就甲拍了后，啊，就是爱签这个江华条约嘛，啊，就讲好日本，迄个充足的迄个自由吼。做生意啦，吼啊，船只要过吼，你也很方便啦，吼啊，当然啦，这个朝鲜内面阁有遮多什么旧迄、那个新旧的迄个党争，你知无？啊，变成讲日本吼啊，甲大清帝国因为一个合约，讲啊，因啊内部发生什么代志，你这大清帝国甲迄个日本吼爱去甲调啦，调停啦，吼，得得日清迄个天津条约1885年4月18日吼，有签这个啦。啊，就是迄个朝鲜一直在乱嘛，啊，就一直讲日本啊，甲大清帝国拢去甲因处理代志。结果还是大清帝国因是安尼讲法啦，讲日本无要撤兵吼。但是我来讲，一个小战哦，唔是讲遐简单。迄国讲的，啊，伊讲就对；啊，这国讲的，迄国对。咱是要了解整个历史的真相，该了解讲，我大家拢讲迄是日本发动的。日本发动，迄拢是中国迄历史，甲你催眠讲，哦，那就是拢日本唔对啦，哦。但是你要了解，到底是虾米原因，战争的引起，吼、哦，咱要跳出来了解，迄历史的真相，唔是讲人讲，哎、啊，讲我讲安尼，啊，咱要还原真相，咱要了解，哦，原来哦，迄就是为有对你有政治的目的，啊，是媒体要甲你洗脑，啊，是搁其他的想法的人，该甲你讲骗迄骗这吼，啊，就变成讲吼，因吼就。伊讲啦，因啦，大清帝国讲日本无要撤兵嘛，啊，就伫红海这个所在嘛，啊，就九靠冲突，伊个讲是讲是日本引起的啦，吼，大家爱想看真相是毋是安尼吼，啊，就发动一个迄个红海海战，啊，就日清的迄个港澳战争就爆发啦，吼，啊，伫迄个1894年8月1日，啊，就两国。修正，但是大家来看哦，1895年4月17日哦，啊签署下关条约，你看短短刚几年，哎几个月，哦唔是几年哦，哎几个月哦，哎迄个大清帝国叫人拍输，你知因有北洋舰队遮侪只，啊你大家就讲啊你硬体遮侪只船只，啊日本来拍赢，啊所以咱即马来想讲啊大家拢看迄个即马对方的中国啊。啊，船只嘛，遮侪只，啊，请问，啊，是毋是讲日本的拍输？我来讲，袂使看船只的多，吼，咱爱看伊实际软体是啥？你要讲侵略，还是讲要讲霸占？你要试出就是不明不白的，吼，无正当的这种诉求，人你就一定会注定啊会失败。啊，人是讲主要是讲啊个作战的。作战的策略啦，吼啊，作战的方法，吼啊，跟你的明星相背嘛，吼啊，咱的迄个日本，咱拢赢，咱拢胜利，签署这个下关条约，啊，伫咧1895年5月8日啊生效，咱阁继续看落去吼，啊，日本伫1895年领有台湾了，有甲台湾建设哦，1895年迄个造户口。我等下一条甲大家讲吼，啊，加兰大尊嘛，即卖日本吼嘛咧拍即个迄、那个八田雨衣即个电影，吼、哦，要甲拍即个电影意义是啥？甲咱历史的真相还原，嘛是希望台湾人去知影去了解即个历史，毋是讲你拥有台湾了后，你甲台湾囥在边啊，无要插伊。啊，当时啦，迄阵嘛有两派啦，讲哎、欸、台湾即个吼不毛之地。就是讲啊，水也无好啦，啊，佫啥拢无，拢生虫啦，啊，佫迄个瘟疫啦，讲哦，拜托你袂有其他迄、那个，因为你会强啦，啊，又受到讲啊，无袂有法国啦，哎、啊，两派就踮咧相争啦，啊，后来呢，迄、那个支持要建设台湾迄派赢，因就积极，吼、哦，既然你要接受台湾，无害台湾袂有别人，好，你就好啊建设台湾，哎、啊，就为迄个造户口。啊，就加兰大尊，啊，讲伊内底沿长的主义，吼，伊要把你变成讲啊，你台湾是我的子民，你是我的人民，要甲你做你是兄弟。哎呦，
伊就为了为迄内地延长的主义，迄渐渐来开始，吼。啊，即个都当我阁直接甲大家讲，啊，1935年破兰会，吼，伊死政40年，伊个建设的迄个政绩，拢甲你一个迄个活动当中，互台湾人了解，吼。啊，阁迄个1937年正式四月一号皇民化，这毋是甲迄天尔哦，我讲喂，伊领有台湾。有一个迄个阶段性吼，等下我咪甲讲。啊，1945年四月一号实施迄个民治宪法。啊，这一连串过来，台湾自从为下关条约，甲主权吼，迄个大清帝国甲主权挂牛哦，咱日本天皇，咱就以日本天皇拥有台湾的主权哦。啊，伊安尼讲建设台湾过来，甲天皇，伊叫迄个日本的政府吼，迄个。去建设台湾，管辖咱台湾。啊，台湾为这个1945年四月以后实行迄个民治宪法，伊就是这个日本拥有台湾，就变成台湾是日本的袂使分割的伊的国土，袂使分割的国土哦，已经唔是殖民地，伊是变成是日本的土地，袂使分割别人。啊，过来，即马我一条一条吼来讲吼。你来，大家来看下关条，这个年代大家记起来吼。1895年四月十七号签署，吼，迄个啊，1895年五月八号生效，啊是签署啥来？来，大家看，大清帝国、大皇帝陛下，啊个大日本帝国、大皇帝陛下，这个大皇帝陛下，迄个英文就叫做 Emperor of Japan。我即请大家看一下，等下我会讲吼。啊，过来，迄、那个讲好的条约，迄、那个明明白白就是大清帝国皇帝，啊，甲大日本皇帝就是天皇。啊，是到底是咧讲啥？咱对咱台湾有关系吼？你先看第二款，你讲食的所在甲中国有关系，这永远好让予日本，吼。啊，这伊是因迄个皇天部分的吼，要好处，吼，要。让迄个日本，这咱跳过去。咱们来看这台湾全岛，甲台湾全岛互属的这个岛屿，啊，甲澎湖列岛，哦，这就是迄、那个，这个格林，这个北纬几度啦，吼，啊，东经几度啊，这个所在挂让哦，日本天皇，啊，这是不是所有权状？这明明白白就跟你讲，这就是。迄、那个日本天皇拥有台湾就为遮开始，啊你！你讲迄国民党讲窃据，啊，是那窃据，啊！伊根本是片面废止，你明明白白，你一个下官调，你就是安尼明明白白，迄、那个签署安尼，啊！你当年你中华民国，你讲你拍败迄个大清帝国，啊！你当年你冇继承权啊！你当年爱接受，那是讲你个人想要废止就废止，啊！你甲当作这种。即国际种条约，敢咧伫办公室啊伫算吗？那会使讲片面来废止对无？啊，大家来看，即就是即种户口。迄阵代理日本帝国在咱台湾，查户口是遮侪公德的呢。你伫大清帝国在咱台湾统领212年哦，请问伊对台湾人有啥？对台湾这土地有建设无？大家知影吼，上课拢有看到，敢一个娘啊，就是蚕宝宝。根本迄三分之二的土地是迄个高山族的土地，那个唔是你的，啊！你讲你迄是你的，啊！共挂予日本，啊！日本怎讲去？啊！你这台湾唔是爱完完整整挂我，那讲哎，你讲迄个讲豆饼啊，六个迄个你汉人垦殖的所在，啊！你就是你拥有台湾挂我，啊！日本怎讲去？讲那样呢？所以日本进进东东，进进西西，佮讲台湾。主权地位甲统一起来，迄阵大清帝国哦，甲边啊迄道，迄、那个豆饼即道，六个迄个汉人屯垦区哦，啊是日本完成台湾的统一，甲台湾更是有一个主，因更是一个吼、哦，一个完整的一个迄、那个所在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讲要甲台湾，你讲都当我过来讲吼，讲、哦、开罗会议要甲台湾，没有要害我迄个中华民国。啊！迄阵、迄当时的台湾，甲迄当时都无共啊，是要安怎害？吼、哦，这一波
无合乎即个国际法的，啊，这嘛是无迄个道理的啦。倒咱阁慢慢甲大家讲吼，真大家知影这户口嘛，甲恁即马拥有的迄个户口吼，差不多同款。你看嘛，啊，因是写下骹嘛，咱户口迄阵写人啊，一边是咧写顶头，这户口拢有改变啦，伊个格式拢有改变。啊，你看遮拢遮侪记录的，看恁兜即个永住啦吼，啊，即个中南啊，西贵囝啊，是讲可能。因迄可能迄阵啊，够妻妾的吼，有妻又有妾，啊，加弄记录，吼，啊，看你也讲你也报迄个鸦片，吼，啊是讲你去犯什么罪，吼，啊是讲你是要迁户口，加弄记录，好，所以这明明白白甲你记录讲，啊，你这个家庭，你这个人，这个所在生存，啊，讲咱那不行吼，啊是跟发生什么代志，通甲你这個人查出来，啊，那你讲在财政底讲。啊，正经你去，我当爱安尼啦，我是讲不行去外口安尼啊，是安怎吼？啊，你做嘛就通哦，找到你这个人吗？大清帝国迄阵统领咱台湾两百多年，伊敢安尼做？伊根本不把台湾人当作是人，无正经要甲你开困。因咧统领咱台湾两百多年，拢是一挂叛乱啦，拢即乱的就是啊啦，吼！大家爱认清讲，到底是谁咧注重咱台湾？吼，建设咱台湾，为咱台湾，吼，正经为咱台湾，共当作是咱兄弟。你来看，迦南大尊，我讲的，人讲迦南大尊嘛，15万的迄个田园，吼，迄个流域灌溉可以这么的广哦。哎呀，迄个支流吼，啊，甲迄个流域吼，吼，安尼加加起来吼，1000多公里。啊，有人讲吼，咱安尼比安尼啊种接起来吼，即个。灌溉这个农田，这个流域啊，接起来吼，迄个千外公里吼，比迄个万里长城更加长呢。啊，大家知影无？我感觉吼，迄个万里长城不配跟我们这个迦南大郡来比，为什么？因为万里长城做的目的是啥物？啊，这迦南大尊做的目的是啥物？因万里长城做的目的是啥物？唔是要观光哦，迄是要甲。因迄要甲因迄外族隔开嘛，因为中国较比较弱嘛，哎，外族嘛，因讲是有迄个藩邦啦，啊，要甲隔离嘛，卖侵略因中国中原的土地对无？伊是要甲拆做啊，人甲人之间甲拆破起来，啊，即个迦南大尊吼，是要甲咱台湾日本人安尼甲你烤起来，甲你烧灭灭，互你有田通好种，水果通好种，鱼米之乡。这种是偌大的对咱台湾偌大的贡献，我自从我了解这个历史哦，感觉讲我真感动诶。讲你台湾迄个所在不毛之地，你家己去看迄图片吼，我是无甲迄个秀出来。伊个田吼，唔是讲田啦，根本咧土吼拢劈开、打起，迄个当创啥？你是安那迄个巴田鱼是安那甲迄个开垦起来，人家是有做一个迄个工程的迄个地图出来哦，啊，这个要创啊多，啊，这个钢条还是讲这个，吼、哦，要套去多，人这拢设计好好的呢。咱个迦南迄、那个一片的所在，通好好咱种田种水果呢。啊，无你想讲咱台湾今嘛要，迄阵靠农业是咩物起起来？对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大的功德啦。即我讲了这个历史，我感觉我唔知无以言语啦，迄种感动的内心哦，我唔知咩讲出来，大家。听吼，你大家看，大家知影这个是即马叫做新公园啦，就是迄个在管前路嘛吼，迄个台湾的博物馆嘛。你看，这拢是迄阵咱日本甲咱建设的哦。啊，你来看，因咧破烂灰，为1935年10月10号，啊，这差不多一个月吼，一个月外的时间吼，啊，他妈只办一个敢那嘉年华，你来看，你看，查甫的安尼地帽啊，啊，查甫的穿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洋装，你看，迄当时哦，你看哦，1935年遮尔进步，你看大家拢遮笑容哦，快快乐乐哦。咱台湾的进步是迄、那个日本甲咱拍基础的，大家唔好想唔着讲哦哦，这是迄国民党甲咱创的，甲咱建设的哦，唔是哦，国民党迄阵搁咧中国含在多一个所在哦，咪走去美利都所在哦，因破人破丧，伊变那个建设。年代稍看清楚吼，即1935年，好不好？因迄阵搁咧创啥呢？因中国伊进入咧战乱呢，想清楚，
有的图片是张冠李戴，甲你骗讲啊，这是因甲人建设的，看清楚，这是台湾人，这你是日本人，疼疼咱台湾人，甲咱台湾人治理啊才进步着，大家看清楚，吼，了解一个事实，爱跳出你的框框架构，爱去看事实到底是啥。哦，你有恍然大悟，你看你这建设部弄这进步，你看，哦，你看，啊，你当年嘛有村对无？啊，头路做稳定，你知世界敢会使佚佗啊？这拢观光的圣地啊！迄阵大家就这快乐个咧，哎、欸，我牵手要带阮囝、阮某要去佚佗的，对无？啊，过来你看嘛，这拢是建设，因为建设的所在嘛，吼、哦。这拢才进步的呢。这个图片是袂当讲骗的哦，别抓啥好哩。阿老公，日本来的沿途的注意吼，为1895年领入台湾了后，因就积极吼，吼来要想讲吼，因为毕竟咱台湾某一挂异议分子吼，阿咱们要慢慢吼，很了解、接受事实。日本来通知的这个事实来接受，啊，你接受你要得证啊，你要建设啊，啊，你使予台湾遐知识分子，啊，是讲迄个商人，啊，是讲因迄各个迄个阶层的迄个人，会使接受，啊，所以就一步一步来，哦，为1919年吼开始就变成讲迄个要开始要做皇民化，吼，这段时间就较明显的，1937年至1945年皇民化运动。这个是正式个开始的，啊，这个、有一个吼、哦、改名吼、哦，这个是迄个汉名，啊，这个是迄个日本名，吼、哦。然后要甲大家讲，我嘛是日本人，吼、哦，我是阮爸爸迄阵，阿妈迄阵，哦哟，迄、那个在咱台湾有一个迄个日本的迄个国籍，啊，当然我是因生的无，我嘛是日本人啊。啊！那阿伯哦，咱台湾民政府哦，啊开放，啊，我嘛想要讲，我爱回国，我本来我就是日本人的国籍，吼、哦。啊，到底啊，咱这个政策要变安怎行，咱再来讲吼、哦。我是最感动的，我做日本来帮咱台湾建设才好。迄阵咱台湾最乱的啦，你即马无法想象，迄阵是安怎生活的。啊，过来，你知影政府伫倒无？因讲咱台湾即马有啦，伊讲迄个统派啦，还是讲迄、那个。一挂人啊，台独也是讲一挂人讲，哎、欸，啊有殖民地啊，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，我咧讲，来，白纸写好哩，来这诏书顶头写，朝鲜甲台湾，啊那，迄、那个征战权，就是去要，你也讲你是我的人民，我甲甲你讲你是，你有这个权利，你会使去代表，你是日本这个子民去作战，所以你有参战权。吼、哦，啊，参政权，就是讲啊，你这个日本，你这个台湾，一定是我的迄个子民啊，这个土地是嘛是我的日本沿途的迄个国土，你有代表来去日本去开会，啊，做什么政策，啊，搞我什么兴建，啊，建设台湾，这就是诏书啊，这就是表示，伊把你当作是土家的我的兄弟，啊，所以。让台湾拥有了征战权，啊，甲参政权，这白纸来写乌哩，啊，你是甲讲是殖民地，啊，迄个人是咧讲啥物话？大家爱想看卖，咱读的历史是对的吗？咱个认识正经的历史是啥？真相是啥？啊，比如拥有台湾的占领权，吼，1941年迄日本落去，应该讲去珍珠港。去修正嘛，啊，变成讲爱迄个宣战嘛，啊，就甲迄个美国安尼勾勾甜啦，啊，就变成讲吼，本来是，开始是有赢，啊，慢慢就是甲走下坡，啊，最近日本袂轻易讲伊要投降，是因为不行，迄个啊，袂使讲安尼占落去啊，安尼佫占落去吼，啊，伊占到吼。没完没了啦！就去甲两个原子炸弹，甲弹入迄个日本的国土。日本天皇讲啊，安尼惨啊，那无投降吼，可能会亡国啊。啊，但是迄阵哦，牺牲台湾。你知影迄个蒋介石吼，迄阵哦，伫拍伫甲迄个共产党咧修正迄阵吼，伊嘛是吼，
为了这个迄个1945年9月2号吼，迄个麦克阿瑟吼将军发布一般的命令第1号吼，啊叫迄个蒋介石来台湾，大义占领台湾，哎多好啊！安尼我把迄个台湾搜刮吼，民脂民膏搜刮吼，啊以及甲迄个阿强的去作战，你知影迄阵二八事件是安尼来产生的？还就惨无人道的啦，那讲起来你要白菜老白菜低，啊个1946年，甲人台湾，吼当作是中国国籍，这是无合乎迄个政经法、国际法。我就是日本的国籍，你为虾米？一夕之间啊，无皇民化咧创啥物？皇民化是尊重咱台湾人，你要做日本人无？你无要做啊，请你，甲恁，你要做中国人，我甲你请登去恁迄个大清迄个所在。啊！你中国人，你大占领了，你是凭什么讲？马上在一夜之间，你讲变成中国籍？你讲尊重无？吼、哦！啊，个币值改变啦！一心吼、哦，因迄阵那边流亡的心吼、哦，甲你钱吼、哦，安尼1:1旧台币，先换迄个台湾银行的银行券。啊，流亡了慢慢啦，因知影就甲你一块换，咱伊的新台币，啊，甲你换迄咱旧台币400块。安尼六雄么？我一夕之间，我变成可能哦、喔，不是一级贫富哦、喔，可能三级贫富哦、喔。你一块安尼，我400块的代表，安尼哪有这雄的人？你敢想讲，迄阵就是要安那生活？啊，真是啥人谈起啊？你想讲，你也想讲，这你有责任的啦。啊，过来1951年吼、喔，9月8号，旧金山和平签约的有51个国家签署。啊呐！1952年4月28日，啊咯，和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就生效。安尼代表啥？代表迄个日本总统啊，有咱台湾的占领权哦。啊，过来，即下要讲即个开罗会议吼，哎、欸，去中国堂常常咧讲啊，讲啊咯，因为根据即个开罗会议、甲迄个波茨坦宣言、甲迄个日本导航书，哎、欸，迄个日本向我，迄、那个蒋介石啊，蒋介石。因为伊讲啦，伊啊，伊代表中华民国，其实毋是代表中华民国，伊是代表盟军接受投降，伊毋是代表中华民国哦。啊，伊讲伊日本证书啊，伊来对我导航，那你感觉这个逻辑很奇怪哦。我跟你讲吼，这三行拢是一个意向书俩。啊，我先来讲这个马关条，这个马关条约了后，应该是讲。这个开罗会议，咱先来看吼，看头前这个敢条约的格式，大家敢有看到条约？条约拢第一条啊，第 A B C D 安尼连落去，这个格式都唔对吼。先给大家看，来看内容。啊，为什么美国会讲？为1914年开始讲，1914年就是迄个第一次世界大战。啊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啊，讲伊讲日本啊，窃据迄、那个。太平洋的岛屿吼，也是讲共占领，叫伊拢爱吐出来。为讲伊讲1914年啦，啊，过来讲啥物？迄、那个日本啊 ，has stolen 意思讲，为咔嚓淘汰，吼，咔嚓淘汰拢敢害，要害哦，这个中华民国，啊，包括这个。台湾，我那卖讲这啦吼，这本来就是因东北三省啦，咱是讲关东迄个所在嘛，迄个满洲国。啊，咱是咧讲佛摩萨，就是因讲的佛摩萨吼，其实应该是啊，别咱迄阵是台湾已经，我甲多少讲嘛，大清帝国挂号迄个日本迄阵个，真个敢那蚕宝宝尔。啊，是咱台那是日本吼，甲咱建造完整的台湾的一个完整的土地。啊，甲朋友。这个佛摩萨跟这个平湖加起来哦，叫做台湾。啊，这个台湾的本岛叫做佛摩萨。啊，其实吼，你讲要是要哪讲要害中华民国，我感觉真奇怪呢。啊，你的土地都无同款啦，你土地都无同款。啊，讲你讲饕餮，你明明白白你甲讲下关条约啊，甲你写清清楚楚啊。这个有一个合约，你来讲是我饕餮，是咩啦？讲饕餮还是讲窃据？中华民国拢讲窃据啦，啊是哪窃据？啊，就条约咩啦？讲窃据。啊！你讲饕餮是安怎饕餮？即这都无合理的嘛？
啊，个人已经是有实行迄个明治宪法1945年四月一号。你敢讲阮什么什么殖民地啊？殖民敢讲殖民地？阮是神圣不可分割的土地耶，那有可能讲要送给你这个中华民国？啊，你若讲要这个，伊这個意思是嘛 ？Restore 的土，这个又是讲返还，啊是咩啦？返还建制的迄个土地大小都无同款啦，对不？啊，个人讲。俩尊，你这是雕玉，这个是开罗会议，是咧战争当中，我要甲你扣起来，要甲你叫做我的土家的我的伙伴，要讲好听话，啊，是咧战争当中，唔是战后哦，啊，你讲要返还，啊，你唔是雕玉呢，啊，雕玉讲 set 土哦，雕玉啊，要看娘叫做 set 土，啊，你这返还这都唔是雕玉啊，妈伊叫讲是雕玉，啊，佮讲虾米雕玉有遮侪种的，拢听伊咧讲啊，伊学法律的唔知影法律。啊，再来讲，我国甲多少讲，战争当中的宣称甲意向，吼，啊，咱最终了后吼，伫咧1945年7月了后，1952年四月二八，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甲正式生效，咱台湾未来的地位都是爱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唔是开罗会议，吼，因为马英九一直咧讲，迄是条约。但是我要甲大家讲一个较好笑的啦。咱天顶吼落雨的时阵吼，伊落的是水，为啥唔爱讲啊？大家拢讲落雨，那唔爱讲落水。麦克，无电啊？喂？你看起来，咱表面做露出来是咪水？啊，为啥咱袂去甲定义是一个露水，要叫做落雨？只是知影大家看水这个现象，看这个现象，敢那伊是水对无？咱应该甲佫叫做落雨。但是你知影大自然的变化，水有三态嘛，有气态，啊，佫有水态，啊，甲迄个蒸汽嘛。啊，你都看无讲啊，伊安尼讲甲你变魔术，然后变甲讲你。迄款型甲迄款型哦，但是大自然诶变化当中，一定是有个意义存在，对无？吼，啊，大家来看，迄个咱食饭对无？食落去，放出来是啥？啊，屎对无？啊，咱袂讲食屎，袂讲食饭。啊，大家知影这意义？因为这伫咱食落去的物件有一种变化，咱吸收，吼，吸收了哦，养成咱的迄个体力。啊，咱要做啥物对无？你袂使讲看表面的物件，唔知讲伊元素的物件是啥。啊，即马我要讲的道理是啥物？大家讲中华民国，敢是中华民国？你甲清楚甲看起来。自我甲多讲，甲多迄很两件来讲，你去分析中华民国是毋是中华民国？中华民国分作三个阶段，伊在1911年成立，到1945年1949年伊中华民国，但是当中伊个有变化啦，吼、哦，迄个国袁世凯迄个因个伊就断的啦，后了后，因阿爸亡国进行，因个进行是叫中华民国，啊，你1949年来台湾，大占领，迄阵就叫做啥？流亡的中华民国。啊喂，咩人讲？各位，迄、那个咱个2010年，啊，迄、那个刚签署《埃克法》。中这流亡政府跟因对华中国像埃克法，因就是变讲因要大合体啊。其实因安尼讲的，就是叫做中国。因迄个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，因这个政权已经走投无路啊。因走投无路，跟因土家的做伙啊，要做伙要去倒，就是中国的平潭啊，跟伊即马现行中国的参与土地，就是金门跟妈祖啊，咱。台湾甲澎湖，咱是属于日本天皇的主权，是属于日本天皇。啊，咱个即卖地位，我讲较清楚，就是日属美占，日属就是日本天皇所拥有的，啊，美占是美国总统握有的迄、那个占领权，啊，这较清楚，讲给大家听吼。所以我讲的嘛，即、這个开罗会议，不管因安怎讲啦，因安怎写啦。这拢是战争当中，当面听在讲的有诶无诶啦，吼，讲诶较好诶啦，吼，讲较好听诶啦。啊，这位当中内面应该还佫一个人，
大家知影过一个人杀人无？有人会怎甲我讲无？你若无伊也无这颗宝啦，蒋宋美龄哦，伊也毋知会走去倒啦。因为蒋宋美龄这个外交辞令，这个讲话啦，讲到死也嘛变歪啦，吼，这有互伊喘气的所在，吼。所以咱要怎讲？对因来讲，蒋宋美龄对这个蒋介石，对因中华民国有贡献。啊，咱所以哦，咱台湾民进党嘛爱培养这侪迄个外交辞令的，吼，会再教人迄个，即个迄个美国还是讲日本还是其他国家吼，会再培养较侪个外交的人才吼。咱毋是讲哦要黑白讲话啦吼，假要甲讲个真的，毋是，咱是要维护一个好的迄个外交的关系，那对咱台湾的建设，吼，啊甲文化的流通，啊这种有帮忙，即咱嘛是一种。一种咱民政府也要接近看，爱需要了解的这部分吼，吼，不管是讲迄个开罗会议啦吼，还是讲波茨坦宣言，波茨坦宣言是讲美国美国吼，即、這个签的即个宣言内面叫日本伊的土地该使限制，伫咧因迄北海道、本州吼，啊甲九州啊，因迄国家即个所在袂使，伊意思是讲你着爱。合乎这个开罗会议，伊的条约内面写讲，哦，你要予迄个佛摩萨啊，甲迄个平湖，哦，要害予迄个中国，因中国，还是讲即马中共的中共的国，拢在讲讲这三项啦。安尼讲这三项，代表讲台湾甲平湖是伊的啊。哎，敢要选好诶？敢要选因敢要对诶？但是这是战争当中的这个宣称尔，毋是条约哦。啊！你因奈无讲来了解，吼、哦，甲大讲啊，这吼，有一般命令第一号，1945年九月二号，即、這个叫蒋介石吼去接受佛摩萨，啊，搁多一个所在越南北越。你知影北越伊嘛是共款国中国迄、那个国共内战嘛，嘛是共款哦，去甲迄个越南搜刮财物哦，已经迄个。资源拢送去因中国哦，啊，因迄个越南嘛是无物件食哦，直接间接死亡200万。安尼，即个胡志明讲啊，还是无甲即个即班人哦，即帮人，我是白讲较歹听的话啦。即、這个就介就即班人吼、哦，更加好意思吼、哦，安尼即个越南阿伯吼，一定阁叫迄个中国占去，啊吞打。啊，落迄个胡志明就讲啊无。伊去甲法国人去做一个合约，讲啊，你甲即个蒋介石就请转去，吼，啊，我越南阁互你通知。哎呀，啊，法国讲袂歹哦，好啊，来签签签。啊，甲迄个蒋介石讲啊，我迄个不平等条约我拢甲你废除，吼。啊，蒋介石就即气个就转去，啊，就讲要对付即个法国人较好对付。你知影人越南出即个敖人，啊，咱台湾人出啥物人？欢迎祖国回归！吼、哦，伊来接受台湾迄阵，偌济人在嘛边啊咧，甲你敬礼、欢迎、拍手。唔是讲咱台湾人特别较戆啦，是讲吼、哦，因的思想吼、哦，就是迄阵人就是感觉日本无好啦，伊就要甲因较早的什迄个大清帝国来做比较啦。啊，伊无进行去了解讲，进行是咱日本人对咱台湾有建设。啊，你想讲哦？在迄个中国人来咱台湾了，伊甲要后悔已经来不及啊，来不及了。你知影嘛？李白事件嘛，大家拢知即个历史嘛。啊，后悔敢袂赴？所以咱即马台湾人还阁袂觉醒，我毋知因咧想啥啦。佮当嘛是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啦，我是讲要甲讲啊侪啦。伊讲啊，伊遮无闲个，伊佮伊某冤家安怎啦？伊讲嘛，啊，遮侪江苏个拢甲讲啦，讲啊，遮侪江苏甲你讲，为啥拢袂来？啊，都遮近着，啊，佫遮又载遮侪江苏来食，啊，结果伊也是袂来啊。伊讲伊佮伊某冤家啦，啊，甚物吵吵闹闹安尼。我是讲家和爱万事兴啦，但是你吼家和万事兴了后，你嘛要去了解台湾即个所在演变是啥？啊，都遮侪机会，互你讲了解即个台湾民政府后摆要做啥？吼，台湾即个局势个变化。啊！你无来了解，我感觉真可惜的啦。唔知讲台湾人到底即卖咧想啥？加在大家拢来吃，吼、哦，要了解真理，要了解咱未来咱的前途伫倒。哦，袂使阁
继续安尼困落去啊，在虚灵实境安尼，已经找不出方向。那是爱人讲迄个新闻，什么讲登月球对不？我的一小步是全世界人的一大步哦。啊，你行，你来民政府，你行你的勇气，啊，你踏进去那个门，你就拥有了台湾美好未来的这个我们内心当中的全世界。啊，你是不是爱有一种坚心，爱有一种毅力，对不？啊，你过门不入才可惜哦。讲迄个计程车司机哦，伊沿路一直甲讲，甲因某咧冤家啦。啊，我咧甲讲这伊嘛听袂落去。伊讲哇，恁江苏喏，我咧讲。啊，是过门不入，我感觉这可惜的啦。啊，加在大家再来吃，来上这个课程，了解经历，了解这个咱台湾的历史，吼。啊，咱知影嘛？这个签，我甲多少讲，这个从光会去签这个日本导航书是从光会嘛？大家讲 ，Emperor 是由日本 of 迄个 Emperor of Japan 就是讲日本天皇，伊代表的身份是日本天皇，啊个，the Japanese government 就是日本政府。所以大家知影吼，天皇甲政府，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是无共款的。啊，你讲日本天皇导航，啊，大家拢每天拢讲日本导航，伊也讲日本导航应该讲的是日本政府，但是是日本天皇导航。啊，讲日本天皇并无放弃台湾的沙文体，吼，咱过来讲，伊这当然吼，甲大讲的，当然过来讲吼，咱先来讲这个日本吼导航书是迄个从光会来签。但是蒋介石伊拢自我甲都有讲过，伊讲啊，我是代表迄个中华民国，唔是哦，伊是即个盟军哦，军事管理哦，伊也是迄个联合国派迄个蒋委员，就是迄个蒋介石伫中国政区统帅来接收和即个导航，唔是中华民国，大家要了解这個。大家拢讲啊，你就是对我导航啊！我中国打赢你日本啊，所以你对我导航，唔是？你代表性就代表无同款，你意义又无同款啊！因即马中国要甲你扭曲啊！啊，你知影我意思无？你也无美国，你是要打赢啥？你搁避忌迄个重庆的深山拿来，是蒋宋美龄甲你扭出来，不是脸上贴金啊！你也无美国，啊，你是要赢啥物？我都想袂晓。啊，中港当中啊，搁佫有迄即种，迄秘密的行为啦。我讲，迄个白的一面，就是甲美国讲，伊要甲日本作战；啊，黑的一面，就是讲，伊要甲日本迄个求和。啊，即个佫有一个历史啦。你后摆大家就渐渐了解，讲，迄个蒋介石是安尼两面做法，两面做法可能还不止哦。啊，这是咱迄个公布迄个真相内面。迄、那个 summary 我甲整理出来吼，即嘛是咧咱迄个官网内面吼，总共即嘛已经有公布四个迄个影片，大家会使就迄网络来点来看吼。啊，其中我甲选出来，来甲大家做一个整理了解一下。伊即项就问讲 summary 是 summary 啥？伊就问讲，啊，即嘛是即个军事占领是为？是开始，有人会使甲我讲未？咱台湾的军事占领是为啥时开始？来甲你讲，1945年10月25日，请问迄天台湾光复节？啊，若讲台湾光复节，啊你我你美国是算啥？啊无我甲迄个日本作战较辛苦着，啊我是算啥？啊我两颗原子炸弹投什么？欸，光复节意思是啥物？讲迄是因做诶啊，因拍赢迄日本啊，因甲迄个因自我啦，安慰讲因得到台湾啦，啊台湾光复啦，啊你若讲台湾光复，啊咧美国是咧创啥？美国咧创啥？啊都毋是甲你讲是咧占领嘛，军事占领嘛，啊你是走投无路，然后你来台占领的，啊你也无迄个蒋宋美龄外交辞令。啊！你无毋是联合国迄、那个同盟国的一分子，你通好来台占领台湾吗？拿过来，伊正讲啊 ，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来，大家看下无？这就是咱迄
咱即马是属于美国主要占领权国，吼、哦、，USMT， 来来，这个图大家看一下。咱即卖地理也是叫做地理台湾东局，伊毋是会使代表咱台湾啦，代表咱台湾一个占领的所在的人民所成立的，就是民政府。在咱台湾本土人本土叫美国占领，咱本土的人民成立一个民政府，咱叫做台湾民政府，其实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是无关系吼。啊，真啊，这是讲啥？蒋介石的集团，只是大占领台湾。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，伊是蒋介石集团代理而已。这是一个影片，已经公布出来，大家去旧网络去看。大家有无新的思考无？为什么咱甲日本、甲美国会安尼有这个关系？为什么美占这个历史是安那来的？啊，条约是安那定的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大家去了解哦。你这个台湾论就较好读，吼、哦，你大家有一个兴趣了解。啊，搁这主要是咧讲吼，啊，请问你，啊，这个军事占领当时的结束，啊，伊讲这是最深的学问啦。啊，但是你即马要问吼，无啥物答案。即马答案是甲你讲，台湾有人是美国咧占领，啊，占领偌久吼，啊，就看看，吼、哦。这是讲予大家了解吼，这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， 这个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即马台湾的国际地位，你小米讲，根据的就是这个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， 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。1952年4月28日生效，中国拢无要讲，甲你骗讲什么开罗会，就是。伊有拥有台湾的主权啊，错，头壳较清楚，吼、哦。迄阵要来讲这个，叫来大家甲我讲，中华台北的意思是什么？有没有人可以给我答案？中华台北，对，来英文就是安尼，来大家看嘛。Israel 是流氓的意思。哦，是讲这个中国的政府 ROC 这个政府流氓伫咧台北，伊这白纸写话伊甲你讲过啊，伊流氓啊，啊流氓是要来拥有台湾，你连你家己的国家都无啊，你是要安尼要讲，啊你台湾是要安尼甲你定啊多，要创啊多，啊你中华民国国土内面都是无台湾啊，啊你他大声，迄大三迄个宪法，啊你讲实现咧台湾，啊你大三是要安怎实现？在台湾，啊，这拢在欺骗咱台湾人嘛。来，咱旧金山和平条约到底主要是这三条啦。日本吼，来，咱看英文吼，啊，你也看中文嘛，会使。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, title,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ores。这就是朋友，这就是迄阵叫做 Formosa 是台湾，啊，即马咱也讲台湾就是包括这两个，啊，迄当时是大清帝国迄阵就是一个娘啊。啊！伊个讲迄就是迄个佛摩萨，吼、哦！啊，即、這个欧莱就是讲迄个主权之下主权的权力，吼、哦！日本政府伊迄个领有咱台湾的主权是日本天皇，那伊又叫日本政府啊来治理咱台湾，啊，主权之下主权权力放弃，啊，甲即个拥有即个台湾的即个权力名义，啊，甲放弃，啊，伊对外口申请台湾是我的。这个权利嘛，给放弃。请问，敢有啥问题？来看一下 ，All right, title and claim。请问，敢有啥问题？无放弃主权啊！啊，为什么讲，迄个中国总伊拥有主权？啊，个民进党更加好笑。台湾是一个，怎么主权独立的国家？主权独立都唔对啊，国家嘛唔对，所以因咧党纲嘛唔知咧创啥。迄都，大家讲，安尼。看起来敢那对哦，安尼听落去台湾有主权哦，真欢喜的哦，哦骗人台湾骗到搞嘞，啊那这互因读，互因了解嘞，啊讲还唔是啊，失效啦，啊那条约失效吼，安尼开罗会议有失效无？开罗会议讲唔是条约嘞，
啊，就要怎样空嘴无舌嘛，啊，无了解这个国际法，啊，感觉咧笨瓜去乌白讲话，啊，来影响一寡未晓思考的台湾人。啊，我要安怎讲？啊，过来，台，这个甲他讲，咱美国军事政府对咱澎湖台湾拥有迄个处分权，敢是因为战败了嘛？你著爱支配虾米物件？啊，你的日本啊，你著怕输啊？你虾米好处？啊，拢淡淡的去迄个中国去嘛？啊，但是伫台湾甲澎湖已经互你大占了，你阁想要虾米好处？就我中华民国政府，我感觉吼，你家己吼私底下摕偌济好处，你拢唔讲，咱接受离散嘛是咱摕到规个人，每一个官员，唔要讲一些走路来的人，每一个人荷包满满，你不要走路来，你是偌济钱？哇，我们实在很难言语啦，已经有给你很多好处了，啊，你在台湾阁甲人吞大，阁摕啊济钱，你知影国民党的东山？啊，为倒来，来大家想看麦。来，美国是主要是咱的占领全国，这三条，请大家甲记起来吼。啊，你慢慢去读迄个新台湾文，较好读。哦，这是秘书长写的嘛，伊甲你讲好啦。这个台湾关系号是为倒来，你知影迄阵还袂甲迄个中华民国这个流氓政府断交进前吼，因叫做。美中共同防御条，迄、那个中来挂号起来，啊，这个已经就是迄个代表，所以代表，拥有台湾大占领这个流氓政府，叫做这个中啦，中国啦，好、哦，迄在1954年吼，啊，到正1979年这个时间，啊，这个调用，啊，但是吼，迄、那个中国迄个共产党就起来了嘛，啊，为法国大兴吼，去承认迄个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迄个中国。啊，对啊，规个拢敢那骨牌效应，日本嘛去承认，啊，即马美国嘛去承认，啊，即、這个流氓的伫台湾的即个中华民国要安那处理啦？好来，台湾关系法，这是因迄个国会迄、那个通过，啊，因有追效到1979年1月1号生效，啊，变成讲，啊，你若讲，你就该就拍倒日本拥有台湾啊。你为什么这个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？你根本就这个跟台湾无关系啊！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台湾关系法？这就是这样咧牵连过来的。你是大占领尔，美国要管理你这个大占领，但是你已经流亡啊！一生也是对面的隔壁，恁的迄个拍输，你拍输人，恁的中国。啊，当然关系，这個、台湾关系法是因的国内法，不是国外法。伊是安尼演变过来，吼、哦！你的美日安保条约，大家最近知影，因伊公开，迄、那个奥巴马公开讲，美日安保条约，迄、那个尖阁群岛有扩展到那边，因爱国够有勇气来讲，美日安保条约扩展到台湾，迄、那个正经的架杠应该爱讲出来，唔是讲甲涵盖迄个尖阁群岛嘛，涵盖。台湾破个洞，你看怎么办？大家拢知影，台湾都是下面破洞，一个迄个太平洋的迄个防卫，安尼乌又去啊！人拢在做迄个调查，不管是迄个美国，还是日本，还是朝鲜，伊拢讲吼，了阵台湾叫迄个中国硬去配吼，你这完啊！你这太平洋只拢破一个空，安尼你也要吼，有一个迄个发展，啊，你的军事。规气拢是好，迄、那个中国吼去占优势去啊，所以美国哪有可能这轻易要放弃台湾？伊要甲台湾这个主要占领国要套转来，中华民国一定甲因要脱钙的要做伙啊！哎，就要违背迄当初因迄阵同盟国嘛，因迄种感情就已经无去啊！因要甲中国嘛，中国迄、那个共产国家做伙嘛。啊，无去啊！你安尼好，你这个大占领，你就登记恁中国，我家己美国人恢复主要占领国的权利，我都爱去做。吼、哦，啊，就是讲台湾关系号嘛是建筑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我甲拄仔讲的这个23条，这个
啊，咱啦，咱台湾民政府无共款哦，咱是一个正经法。我甲大家讲嘛，咱台湾是被占领，被占领的人民所组织来的政府，就是台湾民政府。啊，根据啥？根据就是正经法。因这个流氓政府，因就是这种代理关系，所以大家要分得清楚。伊这就是主要占领国一个，啊，这是代占领国，啊，这是代理关系。啊，咱甲美国军事政府是从属。好，我比你占领，啊，我成立一个民政府，啊，我甲你在迄个你的军事政府底下，啊，我是从属。啊，你知影哦，无共款是安尼，无共款哦。啊，我咱我袂讲啥，这伫小米站。大家拢知影嘛？啊，人要开始要接近款，要来一步一步来，啊，一步敢来爬楼梯，爬到人要矮的所在吼。啊，所以大家转去，希望大家吼，甲恁新台湾人这个法律吼，这个根基吼，甲创深的。了解，你后摆要去共接人的这个位吼，人要甲你迄、那个，一定有人无乖，要甲你修正。哦，靠，迄、那个啦，我莫讲要修台啦，你要安那共迄个，甲你迄个法律。给搬出来，给证明，给心服口服。台湾迄、那个台湾人，新台湾人一定要读个书。啊，再来你自我诶，给你分配这个头路，啊，你的潜力要发挥，你的专业要发挥。啊，再来个第三件，咱台湾民众一直强调的，就是即马中华民国政府还是中国人，伊那是一个政权，迄底下拢是贪污一大堆。咱台湾，你甲看嘛，放眼下去。你讲不贪污的，你甲我讲，我都无相信。啊，即马最近爆发了迄个通一件一件啦，我是大家拢知影为虾米会爆出贪污，啊，就一定毕竟谈不拢嘛，大家拢知嘛。咱是干嘛需要用口口乌塞过来做代志建设吗？咱贪污是爱判死刑的。你若讲要来台湾民政府，你是准备要来探口口的，我拜托你莫来，无你会遮凄惨的。你真凄惨的，因为阮定的就是安尼。咱要做官就是要做代志，啊，你也不要讲用做官来划等号。我甲你讲，等于做事，吼。所以你这三项保险放啊辛苦的，我讲的法律甲读也好，专业来转去。我讲自头到尾，你学一好一项，还是不止一项。好，你学管理也好，还是学我讲我这方面，好好等于个研究，迄类即个专业。啊，过来我讲袂使贪污哦，你的啊个管理方法，你要廉洁，你要从头到尾就要根除中国那种统治的方式，完全是要做代志，袂使个钱无清无楚，唔是我爱就卖滴，无你也讲要个滴吼，我甲讲天啊，天下没有白吃的晚餐呐，总有一天会爆，爆你就惨了。你不要说哦，那讲咱卖行迄个不应该走的路，吼、哦！你啊黑，你啊暗路走多了会遇到鬼哦，吼、哦！所以你啊想要贪污哦，你讲啊我啊你嘛有话有安卖讲，我讲绝对会爆出来，你分赃不均嘛，啊你做什么代志，敢无通好记录？所以千万唔好通行这条路啦。咱要来做这个亏，是要来发挥咱的长才。要让台湾民政府兴起来，要来更高的，不是要来抢位的吼。咱台湾要有一个，要有一个气魄啦。做不好，咱给别人比人较敖的，给伊去做。咱做下骹手人嘛无要紧，咱栽培新人。咱为的是台湾这个国家，即摆也袂算国家吼。咱这个台湾这个所在未来幸福，我不是为我个人的私利，要来爱这个位，咱要建设这个所在。吼、哦，啊，都、就是一件一件代志，安来分得清楚，吼、哦，要安来做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因为啊，哥多等哥差不多两分钟吼、哦，我来讲这个故事，乌人客轮车的司机啊，哎，这个故事真精彩啦，这个有一个对迄个白人妇女吼、哦，啊，带一个迄个幼婴啊，啊，就要砸客轮车，啊，客轮车入去一个乌人，啊，囡仔嘛，唔捌看过乌人啦，啊，伊看乌的，就是讲啊，甲妈妈讲，妈妈。啊！这黑人生啊黑，是毋是讲伊是歹人？啊！伊讲的即句话，叫迄个计程车司机听到哦，心内有点仔艰苦，迄边也毋知要挖几多啦。啊！伊知伊妈妈安那讲无？伊较有智慧的。啊！有人知影伊妈妈安那讲无？
咱吼台湾人吼，就是长期受中国教育，安尼，即就是即，你就是你，刻板印象，无讲较好的迄个创造，还是讲较好的迄个思想，还是讲有智慧去处理代志，拢会用脾气，啊，戆戆啊，去用迄、那个，去用袂掉，家己嘛毋知。伊妈妈安怎讲？咱是就是安尼教育的智慧，甲因囝安尼教育。伊甲迄个囝讲吼，你知影咱后下方种遮侪花无？我妈对啊，遮水的呢，对啊。啊你，请问你迄弄个籽吼，啊从啊迄个土的内面种，啊籽是毋拢乌色的？妈妈对呢，你看咱乌色的籽种起来，我菜缤纷的花，你那是看人的籽乌的，你就讲伊无好咧。哦，因妈因咧囝就知影嘛，啊！但是边啊，迄个计程车司机又真感动诶，讲哦，我伫咧社区吼，我那乌人吼，即、這个皮肤了，敢那原罪共款，走去倒落去用去用迄轻视较多。啊！你讲即件代志，我真感动诶，无要甲收计程车诶费诶钱呀。所以咱爱有智慧去教育咱诶下一代，吼、哦，卖阁发生讲吼，像咱迄、那个最近有一个北捷迄个事件吼，啊，真遗憾诶啦。啊！咱伫外国拢看遮侪，讲砰砰砰，咪无想讲咱台湾哦发生迄公共迄个事件吼，啊，杀人的即个不幸的代志，就是咱就是爱教育好咱的迄个子弟，咱甲生出来，咱就好甲教育，知影伊的心理思想伫倒，啊，了解伊。啊，搁第二段迄、那个黑人的故事，我等你甲讲，咱先休困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拍摄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。好、哦，哈，各位观众早安静。